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我是阿明。证严法师说，父母是孩子的模，老师是孩子的样，所以如果父母老师立下好的模范，小孩子们也会学习效法，如果不是这样，反之亦然。而今天特别来宾的妈妈就曾经说过啊，她的先生跟儿子一个样，脾气都不好。儿子在哪里呢？就在照片里。这就是今天的最佳男主角宋黄德师兄跟他的太太还有三个小孩的合照。宋师兄在还没有进慈济之前啊，家里根本看不到这种和乐融融的景象。为什么呢？因为他脾气盖败啊，性格哪来啊，干哪起笑呢？你知道不？他可以把整台的电风扇啊往窗外一丢，他可以把整排的柜子就把它推倒，甚至要修理孩子之前啊，还命令孩子先把裤子脱掉才打他。他不仅脾气不好啊，够爱啉酒啊，曾经让他的太太受不了，改讲啊，干脆我们离婚算了吧。想知道师兄后来如何悬崖勒马，扭转乾坤，改变自己，让家庭更幸福和乐吗？带大家到高雄的周雅来看宋黄德师兄改变从自己开始的故事。我一次在洗衣服，他就在这边骂小孩，因为他回来可能心情也不好，所以小孩总是会玩啊。这样子他生气，开始骂我，吓一跳。我从那边我说干嘛？就小朋友就这样，就我也不知道他在骂什么，讲了一堆，我根本就听不懂他在骂什么。就这样抓起来，他就这样子。哎，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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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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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事了，没事了。不是你，那是从前爸爸生气，乱生气打哥哥的时候。你看师姐这样就吓到了哦。因为他从来不会对他这样。眼前可爱的小菩萨是在宋黄德40岁那年诞生的，一出生就被爸爸捧为掌上明珠的他，不曾挨打过。不过他的哥哥可就没那么幸运了。然后是出去吃饭嘛，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玩啊，然后就跑来跑去啊，然后回家之后就被打，就我跟弟弟啊，然后就是好像被用那个鸡毛掸子，不是吧？是廖北亚吧？那就是是用廖北亚打屁股，疼，那是藤条啊，那一个藤条，哦，那个很痛，超痛。他就是像这个桌子嘛，啊，叫伊和伊弟弟两个手滑些啊，但是唔是。不是打裤子而已，是裤子脱掉打屁股。我气大概已经在这里了，这边已经憋了。师姐也看到，师姐也还记得，对不对？看得到。那小孩子被打，其实也蛮心疼的，啊，但也没办法。你也挡不住，对不对？不能挡，挡了我可能会。挡了他也会被打。这不是刚刚讲训练的哦，哎，这汗哦，唔茫向后，要走这里运动。宋黄德过去的火爆脾气让他的母亲不太敢安心出门。其实吼，从细汉就拢做捌代志足乖啊，啊是先讲吼，真正脾气较歹。我是感觉伊较会发脾气啊，无啥物代志吼，就会发脾气啊。啊，即摆吼，啊我是拢讲伊个吼，拢成因家的人啊，因爸爸安尼啦，迄脾气无好啦，我是拢看待安尼啊。我若无伫，我加因三个兄弟伫厝关起来，三个拢歹种地。啊，因爸伫厝无好，带着我倒起来玩。以前伊煮济，我也足感恩的，感恩有这煮济啊，互伊哦，个性改足济啊，伊就好笑。亲爱的，谁最棒？2002年慈诚培训课程中，证严法师一段勉励的话，转变了宋黄德的心念与人生。一个男众的对吧？用一个杂波人，如果他的想法跟那个改变，会救了他的一家人。哦，我真的深深感触。如果当初不是这个因缘，可能我现在管教的方式，我会管教出两个叛逆的儿子。哎，那我对父母亲也是生得不柔和，我对兄弟。之前也会去斤斤计较，那是我周遭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母煞煞，连我太太有一阵子都有离婚的念头。师利爸爸提醒各位，今天是非常快乐，你在做最后的时候，应该是笑容满面，满面春风哦。所以渐渐学习柔软之后呢，那就跟孩子的关系就比较亲密互动了。老人
老婆拢讲我偏心，对男生特别严，对女生都不严。好了好了，不要再撒娇了，你最棒了，有没有最棒？晒太阳好啊，啊，好热。一言为证。透过在亲子成长班的学习，改变自己放下出孝子的观念，宋黄德学会放下身段，用柔软心和孩子互动，家庭也因此变得和乐幸福。未来夫妻俩还要在这条福慧双修的志工路上继续携手同行。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配合我配合我，哎，快快快快。你好我好大家好啊，幸福健康就没烦恼啊。看到宋志兄一家人现在这么和乐啊，真的很难想象过去是如此啊。哈，感恩宋黄德师兄绕过一台公啊，大概在感恩宋黄德师兄，感恩你来啊，阿哥领导会赎罪哦。我们的陈淑慧师姐感恩，还有我们的陈美月师姐法清陪伴感恩啊。哈，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哈，宋黄德师兄最大的老师啊就是正言上人啊，是哦，在人生中找到这位名师啊，指引你一条正确的道路哦。李杜阿公，您在培训慈诚的时候听到上人那句话，你可不可以再复习一次，让我们听听看啊？上人说什么？如果一个男众他的观念跟想法做法改变的话，哦，他可以救他一个家庭，哦，他的孩子会得到比较正确的教养，他的妻子会得到比较和善的对待。嗯，所以如果一个查甫人，伊，个性脾气也改变，他是可以救一个家庭的。哇，所以一家之主不仅是火靠婆啊、丁头蟹来火定嘛，或者经济主要来源，他还是一个家庭幸福全员啊。对，哦，我要问问你身旁的太太啦，您十几岁啊就是这样呢？你是高职的同班同学哦？对。来，所以你最有资格来见证他的改变。听说开学的第一天初期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吓了一跳啊！我会怕，我会怕他。怕什么？因为看起来就是很凶，就感觉上就是脾气非常不好，好像飞散类的感觉。飞散类的感觉，你可能哦相由心生，因为你的原生家庭，刚才你妈妈也不避嫌嘛，也不唔惊人知，伊讲你那把脾气都不好啊。嗯。因为我爸爸是放假出孝子的观念，哦，放下出孝子啊，讲囡仔无功无成才啦，欸，所以细汉是作业的是火爆脾气教养，欸，所以会形成我也是这样的观念跟想法。哦，欸，所以初期我咧教我两个小学孩子，还没有念小学之前，我就是很严格，欸，孩子会怕我，四五岁的孩子会怕我。所以你刚才示范一下。把女儿抱起来，让我们的同仁拍以前修理孩子的状况，你女儿吓得哇哇哭啊！她没办法想象啊，这个慈爱的爸爸、和蔼的爸爸，竟然以前是这副模样啊！那你吃苦最多了，哦，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呦，我妈妈真是厉害啊，就是宋师兄的岳母啊。当时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我妈妈就曾经劝我，哇，你也被嫁这个安利啊，应该是说已经到结婚了，已经在谈论婚，已经在谈论婚嫁了。那妈妈就跟我说，其实你可以现在就打刹车，因为她发现她觉得她的脾气各方面是不是那么的 OK， 非常的火爆，那你应该要想清楚。那你心里在想什么？妈妈，我们已经认识十年。其实在认识这 十年来的话，我是发现她其实她很有责任感。哦，那她也承诺我，她其实她会，她一定会照顾好他自己，然后也会照顾我。啊，那他也给我一些承诺，就是说他绝对不会像我爸爸这样，他不会喝酒，因为我的爸爸过去是都酗酒，所以我非常担心。我曾经自己告诉自己，我不想结婚，因为另外一半是我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所以我非常担心这一点。但是他后来他给我承诺是说，你放心，你如果嫁给我，我绝对不会这样子。伊嘛真正说到做到，结婚之前都没喝酒，结婚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也就染上了交际应酬的这个生活模式，所以脾气拿来，喝酒过多，家里就一团乌烟瘴气啊。
乌烟瘴气啊？其实是也还好，但是因为我不想，因为我从小就是说，因为环境的关系，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我其实我很怕，我很怕我的另一半喝酒。那因为他喝酒之后回来，其实他的脸是臭的，而且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跟我走同样的，面临同样的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环境。对，你有听过他分享这个感觉吗？不用分享，我自己知道过去一张嘿，因为我工作关系做工地的监工，所以会应酬嘛，那工作压力大，那会形成自己内心的压力，所以回家是没有笑容。我最大的说是，我头啊，工作压力啊，我又不是没给你钱，赚钱就是要安尼啊，哎呀，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所以除了上人的那一句话，一个男人要有担当，要改变自己，成为家里其他人的典范之外，还有没有哪些事情让你真的切断这些恶习，彻底改变？那个因缘应该是来自于跟我住同大楼的一位师姐啊，因为我以前是担任我大楼的主任委员啊，那位师姐是财务委员，那个师姐就跟我说啊，你看他慈济功德会哦，按伊个有这个物件，啊有功德款，所以师姐就开始缴功德款。一直到1921那一年的岁末祝福，迄个师姐的王师姐邀请讲，啊有岁末祝福，邀请林先生吼，做位来听一下。当然王师姐他就跪了，我讲无用，伊就讲工作上无用。其实那一年我开始在面临工作瓶颈，我知影可能景气会不好，就1999年的时候，我公司给的讯息是有可能会裁员，所以一阵已经心情已经荡到谷底，已经无介好啊。那后来姻缘也到了，还是他又催了好几次，叔姐一天问你要不要去，我讲好啦，无这礼拜就是岁末祝福的前两下不来。那一年的岁末祝福刚好在播37祝套品的唱诵剧，第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人生在世几十年，人生叹苦苦何在，何不亲身入苦去感受。那个唱诵版唱完了，就是开始国际赈灾，天下灾难，我就发现说我是在哭啥，我上不是无头路而已，我还有厝，我还有饭通食，比起受灾的人我何其幸运。所以我当下岁末祝福出来，我就到外面的师姐就问说，我要买今天里面那个录影带。好，来，行功阿家，感觉事情有了转折了，但是跟大家报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虽然有感动，但是有没有化为行动，有没有持之以恒去付出呢？也不瞒大家说，一开始啊，师兄做慈济的时候，师姐都很害怕说，一起问安哦，因为啊，孙亚处理弄个大概，这是一个他的代号哦。为什么他的代号是这样子呢？看下去你就知道。那时候引进门就是甚至一出道品了。1999年，台湾经济不景气时，宋黄德面临了被裁员的危机，既恐慌又苦闷的他，在邻居的邀约下参加了那年的岁末祝福，没想到这为他开启一段好姻缘。整那个岁末祝福结束之后出来，就是因为这样的音乐，觉得那个手语剧的唱诵不错，有深深那种有感触，所以就请了这样的一个录影带回来看。那一年岁末祝福回来，这个录影带回家每天下班必看，就看了，连续看了一个月，反复看，反复听，反复看，反复听。现在要讲的就是《大圣经》，伊的名叫做无量。上人哦，就是咧讲佛陀咧讲，要讲《法华经》进行，先讲《无量为经》。在这样不断的闻法中，让宋黄德苦闷的心找到解药。他更将佛法融入生活当中，用法语时时提醒自己，调伏脾气。伊即摆一栋个电梯啊，那装潢间哦，咱知影，看点那个设计，看了就好啊。厂商哦一直出错啦，那个交代的事情，结果他们还是出了差错，但那个脾气就会上来。所以其实伫家己个面膜顶管嘛，是会用一寡言语提醒家己啊，比方说。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啊，寻找改善它的方法，
生气跟恐慌是没有用啊，那只会使问题更糟啊。第二个是面对难关的时候先微笑，就这样慢慢训练自己，也砥砺自己，砥砺自己，尽量不要去产生这种发脾气的事情啊。他对事情蛮严格的，他如果就是触碰他的点，他就很生气。就是他跟你讲过的事情不能再错了。可以啊。虽然担任工地主任已经有20年之久，但宋黄德对于每一个细节还是一点都不马虎，总是用严谨态度在做把关，为的就是要让住屋安全有保障。如果是因为未来地震会影响的时候，还是更严重的事，那是有时候一发不可收拾。啊，为了让所有人警惕，这个线木木金刚像是。也是难免啊，当然我自己也不愿意，可是为了让所有人了解说，不可以把这个事情发现这件事情偶发的事情当作轻忽，要汲取教训，所以一定要用很严厉的态度去跟他们说明。75、77一边都要事事要求准确与效率的态度，让刚进慈济的宋黄德与其他志工开会时曾经吓到其他人。他就这样拍桌子啊，然后大家那其实当下很多师姐都吓一跳，说奇怪，我们慈济怎么会有一个，讲话就是有拍桌子这样子一个动作出来，所以那当下的师兄师姐都有吓一跳。刚加入团队里面做运作的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想法是这样子，是没有效率的，或者说认为他们的，过去师兄姐很多的规划是不适当的，所以在。初期的时候呢，都以自我的想法，当然会用比较激烈的言语，甚至出现拍桌，在当场会议中拍桌哈，去反驳这样的意见。因为他那时候就翻脸嘛，啊，我们不敢讲某某人这样子啊，我们都用笔这样子一个默契，就是一个动作，说那个师兄来了这样子。慢慢，我觉得他跟其他师姐的互动，他会学习到尊重了。他就是觉得说，先以别人的意见为意见，然后我们先去做没有关系，那不对的话，我们就当下再来修改。在家里就跟他们整队啊，整队还在这里，为什么会在家里是这样？其实我没有看到他起伏，真的，对啊，还没有看到说他有不好的脾气发出来，还没有。是你在共事几年？应该5年有了。我都没有看到。借由团队合作的磨合，让宋黄德领悟到静思语说，理与事之间需要的是人，理源事源则人源的道理，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懂得先倾听尊重别人的想法，让人际与活动都能顺利圆满。感恩、尊重、爱，就是我们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元素。所以有人说感恩是水，尊重是河啊，爱是宽阔的大海啊。啊，这把你三行拢有啊，真的想不到以前人家看到你会比这样子啊。透过法的熏陶，才能够洗涤心垢啦，对吧？今天你特别邀请你都叫伊阿母的美月师姐来了，美月师姐其实嘛。受尽真久啊，是咱真敬重吼，进前嘛担任过咱的和气组长吼。你感觉伊入来组织了，是不是慢慢啊，因为承担不同的工作，越来越有历练，现在越来越广结善缘了。哎，那时候我们亲子班的时候，他是刚过来做营不久。那我们亲子班。开始，人讲做事起头难嘛，所以需要常常的把这个工作团队的该做的事都讨论。啊，伊真正是，他讲了以后我才想起来，真正是安那，但是呢，这是大家一直话讲，我要等下鬼喜欢啦。结果不过他真的。也蛮钦佩他的，上人的话说进去。过几天，他电话也跟我讲，美月师姐，拍摄啦，我已经吼，来等，等多啊，
我也说我也不好意思啊，那一天的场面也没有用得很好，只是说大家讨论，哎，都有改变，嗯、啊，也忏悔上人讲啊，忏悔是，就是能够忏悔自己，啊，能够走更，改变自己，然后走更远、更辽阔的。嗯嗯嗯的路，忏悔改过得清净了、嗯、真的没办法想象啊，好险哦！那个时候啊，如果你真的跟他离婚，看不到他现在的改变了，感恩感恩，对不？那脾气来盖凶薄安尼啦，他把整排的柜子都推倒哦，对，就把整排柜子一升起起来就整个推下去，然后玻璃就整个破碎。孩子真的好险，那时候小，听说忘了回忆了啦，忘了这些恐怖的记忆了啦。对，你曾经把碗丢到地上，把它摔破。啊、你有没有跟你的小孩忏悔过啊？哎、欸，好像没有呢。也没有，那要不要趁今天的机会啊？哈，我的孩子忘记了啊。孩子忘记哈、哦欸。好，但是他们到底有没有记得，或者他们有什么话要对你讲哦？我们来看看、他们家儿子啊，对爸爸的话、哦、来。就妈妈吧，妈妈就感觉她比较担心，就太担心我们这样子。然后感觉我就一直很担心，说我们会不会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就其实还好，就不用到。就我跟弟弟之后都还是会，我们会自己照顾自己，然后自己会顾好自己，不管是功课还是什么的事情，对吧？那爸爸妈妈就不用，其实不用花太多心思担心我们这样，对，那就可以自己很放心的去做自己。儿子说啊，希望爸爸妈妈安心做慈济了哈。我发现师姐眼眶泛的泪水了嘞，为什么？没有，很感动。感动什么？啊，当然我们是外人，可能弦外之音或什么。你看到了，听到了什么？没有，就孩子很贴心。很贴心。OK， 拢无扣分的啦。不仅他们把自己照顾好，更祝福你们做慈济做得欢天喜地了。嗯。哦。啊、你咧，你对恁两个宝贝囝有啥话要讲？其实我伫期许孩子吼、喔，他可以自立自强。我嘛，咱两个儿子讲，你们将来有能力成为社会上可以举足轻重、影响别人的人的时候，你要善用你的智慧兼你的能力，去改变这个社会，可以让它更好，扭转乾坤的人哦、喔。尽他的力量，对，但是不是用这个能力来赚钱而已，未来的赚钱跟他的享受不是他的目的，而是利用他的力量对社会可以产生些许的影响，这是我对两个孩子的，孩子也很贴心，所以其实我这几年前几年的转变，孩子都有看在眼里了，生命因利他而丰富，慧命因自觉而成长，两位都有这样的共识，也有这样的蜕变转变了哈。啊，就您这个家庭哦，和乐快乐哈，也要透过你的故事让大家知道，一个好爸爸绝对不是威严就能够办到了，棒下不一定能够出孝子的，对吧？哦，希望你的故事应用够阿姐啦，用爱用善来教育来培养下一代，感恩你们喽，谢谢，感恩就好。